啊！你抱我呀！我，你抱呀！我这辈子只被我妈抱过，我没抱过女人。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？我还没被男人抱过呢。嗯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小和尚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老念他的佛经？哎呀，你这个都不懂啊！你们山里人干事有你们山里人的规矩，我们出家人干什么事儿呢，也都按出家人的规矩办。你懂不懂啊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哎，哎呦，爷爷，爷爷来了，爷爷，快走，快走。哦，大汉，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？啊，我们起什么哄啊，又不是你们俩娶媳妇儿。回去回去回去。嗯嗯嗯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都喘不过气来了。小妮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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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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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大汉他们还在外面呢。啊，哎哎哎，阿弥陀佛，快躺下。啊，哎，我躺下。喂，哎哎哎。爷爷，女儿啊，女儿，我给你送饭来了，这汤趁热喝啊。哎，谢谢爷爷。哎，女儿，嗯，啊，这个用不着了。爷爷，去吧，去吧。小妮，你真好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。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吗？啊，如果我忘记我的救命恩人，天打五雷轰！别，你别说这么重的话。只要你心里有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谭志，谭志，三角，喂，表哥，怎么了？啊啊！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兄弟啊，我今天算是败走麦城了。怎么了？
哎，今天老乌鸦带着八大锤去飞云观找我报那一箭之仇，本来以我的功夫肯定可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、屁滚尿流的，只可惜他们人太多了。八大锤是谁啊？是当地的恶霸，平日里欺行霸市，无恶不作。哎，上回我就是看见他们欺负了大汉，所以我就把他们给教训了一顿，才会有今天的。哈，想不到你这个做师傅的也让人给打了。这谭志，爷爷和大汉不见了。什么啊？哎，谭志，千万别让他们下山呐、八大锤他们正准备找他们的麻烦呢。哎，大爷，这个多少钱一个？5文钱。哦，你来看看这瓶。爷爷，买一个这个给你小外孙好不好啊？好，买下买下。躲开躲开躲开，这躲开，走走走，躲开走开。啊，这个买了，给。嗯，走。小子还敢出来买东西啊？哎呀，老东西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起来，哎，倒破破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老头，我八大锤走南闯北，功夫见多了，你这是什么拳法？这拳是用来打倭寇的，现在用来打狗。老头，我看你可怜，今天就还你一个拳师吧。嗨，啊啊，好热啊！算你有眼，今天我就打你个明白！杀！让他走吧。老大，老大，滚，走啊，走走走，走啊，走。停，这山口出不去了。这三角大汉护着爷爷跟小妮先走。那你怎么办？别管我，你回来。谭志，你别往虎口里跳啊！回来！驾！快，就在前面！驾！驾！驾！谭志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小妮，听我的话，跟爷爷先走。他们抓的是我。我不让你去。再迟一步，谁也走不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眼看着你死，要死我们一起死。小妮，谭志，爷爷，谭志，快走那边，那边有个密洞，那边
尊瘴气很大，只好冒险了。快，走啊，走，快！爷爷，哎，快！弹弓在那边，给我松！是。出一个算一个。你们快点走，快走。韩志，你给我出来。走啊，你们快走，我回去堵洞口。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你们快走。走啊，快走，快走。走走走。你们在这歇，别动，我回去找爷爷。哎，快点，小心啊！老头子，把你手上的枪给我放下。爷爷，别过来！谭志，啊，给我抓起小张，站住！谭志，小妮就交给你了。爷爷，啊！哼，啊，爷爷。爷爷，爷爷，这老头子给我带走，我绕到后山，混做齐少正。小心呐，左边站稳。
吕小弟，太君哥，小妮，抓紧了，别松手！太君哥，谭志啊，这树枝快不行了，快想办法呀！小妮，小妮，太君哥，快放手吧！不行，放手啊！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了！放手，这棵树是撑不了三个人的。放手！不要，小妮，不！快放手，放手啊！放手！谭志哥！不！小妮，谭志，小妮，不能这样！小妮，别犯傻！小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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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回来！哎，兄弟，哎，我们现在，谭志，谭志，你没事吧？我要找到小妮和大汉，这活不见人，死也得见尸啊！我看他们，别再胡说八道，把你臭嘴给我闭上！哎，你发什么臭脾气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？小妮当初对你那么好，你根本就不懂得珍惜，去死吧！对，我当时没有珍惜。我对不起小妮，我对不起爷爷，我对不起大汉，我对不起师父，我对不起所有的人。谁跟在我身边，谁就得死，我自个儿活该呀！我是恶魔，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都是瞎说，你别吓唬我啊！啊，没事的，你别，表哥，你走吧，你不要再跟着我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不要再跟着我。谁让我是你表哥？自己找！来，自己自找！哎，兄弟，这么多人走得了吗？哎，别灰心，快走！上面好像有人啊！快追！别让他们跑啊！当心呐！跟我跳下去！啊，从这儿跳下去啊！咬牙闭眼，跟我跳！快追！哎呀！自己找！快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！真见鬼！从眼皮底下跑了！你别急，跑不了，他们肯定去福建那边了。你马上带人赶到福建，跟提督王大人打个招呼，让他派人把守福建的各个重要道口。是，走，走，快点！哎，来来来，花斑的，莲花斑也是西乡的，不错不错啊。好，好，把这个带上。好，别忘了，这头是我的脑子跳了。哎，今天怎么了？手这么重。弄得我疼死了。你要是嫌我手重啊，明天啊，我找个姐妹去给你弄去。我看去你的！哎，你坐里边去。哎呀，又把我弄疼了。哪有啊？大哥，我看红莲马上就要开戏了，你们有话留在被窝里说。Thank you.
这儿没事吧？走。哎呀，店长，客官，我讨碗水喝啊。好，哎对。哎呀，多谢，我下去喝了啊。走，哎，走。走，这种地方讨水，找死呀你！我不招水，你想渴死我？你，别看，有人跟踪。8、1、2、3。哎呀，这个娘，还挺好玩的。哎，这娘的啊，哪个是吧？买一个啊，来，走。让开！哎呦，他妈的，又让他跑了！你们两个，给我搜。是。唱的不错，哎，不行，好。真爱听白河那烧子腔，真让人心动啊！你爱听白河，那就不爱听红莲了。当然爱听了。真有这事儿啊？哎，对不起。唱得好啊！傻呀，这小妞唱的真有味儿啊！好。找死你！快走！在这儿啊！追！抓住他！别等我！抓住他！哎，怎么打起来了？这怎么了？嗨，肯定是戏迷啊，为我们打起来了呗。美的你，说不定啊是为了别的事呢。这种事啊，戏班子演出又不是头一回了。老大，他们就在这边。在那边，吩咐他们看住所有的出口。是，走了他们两个，要你们俩脑袋。是，老大。这红白二零唱的都不错，依我看这红的还是要看一看的。于大哥，别看走眼了，以我之见，还是白姑娘好点儿。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好了，不说了。报告统领大人，据我所知，那两个通缉犯就在码头。看清楚他们了？没错，就是他们两个。来人呐，在，把这里给我包围，抓住朝廷侵犯，到提督府领赏。是，快点，快，快点。我们不如下水吧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不会水，与其在这等死，还不如淹死。这，我宁可等死，也不能被淹死。你，你，把手给我，快，你抓住我，没事，好了，你，这儿，看见船了吗？咱上船啊！上船哦，来，喂，是红船，喂，怎么办？
你，哎呦！干什么？哎，你扮小后生，我扮新娘子。哎，小两口回家看戏。哎，等一会儿一混就混出去了。哎，我扮不像啊。哎呀，现在当然不像了。等会儿天一黑呀，不像也像。我，你赶快穿上，抓紧时间呐！来来来，赶快穿上。哎，穿上看看啊，帽子一戴。哎，你没完了你！这不挺像的吗？去你的！快！来，仔细查看，一个也不许放走。快点，大家都不许乱动，我们到这儿来是搜查朝廷侵犯的。何妹，看来你这位于大人是想搅我们的场面。哼，姐姐放心，有于大人在啊，没事敢搅我们的场面。哎呀，是统领大人啊，真是有缘无处不相逢啊，天下也太小了。哼，谁说不是呢，山不转水转，这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凑巧啊。哎，于大哥，每次见你都是在抓人，你抓了那么多人，领了多少赏银啊？哼，也不怕造孽。妹妹不能这么说嘛，于某也是身不由己啊。那今天妹妹的场面给搅了，我们二十几号人找谁去吃饭啊？妹妹不要说得那么可怜嘛，有我于某在这儿，有谁敢搅你们的场子？放心，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嘛。可是于大人这么一来，谁还有心思听戏呀？是啊，那我们姐妹们的份子钱，于大哥你可得破费了。妹妹放心，只要抓住那个朝廷钦犯，难道还能差妹妹你那点钱吗？又拿朝廷钦犯。看，这个就是朝廷要抓的钦犯。哎呀，这小和尚长得挺英俊啊。当心啊，也许就藏在你们红船里呢。我们红船啊，缺的就是男人，我们怕什么呀？只要你们抓住这个朝廷钦犯，官府赏银3000两。哎呦，数目还真不小啊。对呀，3000两啊。大人，这里我都搜过了，不过没有搜着。他们肯定藏到什么地方了。是有一个地方，不过小的没敢去搜。哪儿？红船。听你这口气，好像是我们把它藏起来了。哎，小姐哪的话，只怕是他们自己躲在那儿的。哼，那你们上船去搜吧，里里外外翻一遍，还问于大人干什么？好蠢，红船那是女人待的地方，他们怎么可能藏到那儿呢？那大人的意思是？吩咐下去，撤出戏园子。是。好了，走。刚才演的是出什么戏？人家说在抓侵犯，管他什么侵犯不侵犯，搅了爷的兴致了。我有个办法，让他们重演，怎么样？对，好，重演，重演。快！下面的人不准接着唱啊！真是活见鬼，头场戏就触了眉头，这场戏啊，谁愿唱谁唱，我是不唱了。是啊，夫唱夫随，姐姐不唱，我也不唱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就别任性了，下面的人我们得罪不起的。那让他们唱好了。阿香、梅花，你们先救救场，给他们穿衣服。好，快点。喂，出来呀、啊！我扮的不像啊。哎呀，出来吧。这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哎，我觉得我们挺般配的。今天啊，真是倒霉。就是的，第一场啊就触了眉头，下面还不知道该出什么事呢。不过幸亏啊有于大哥，要不这场子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一口一个于大哥，
你啊，又跟他不是小两口，看你跟他亲热的。哎呀，官人，你又吃醋了。你才吃醋呢。阿香，阿香，阿香。有人，没人倒怪了，不是阿香吗？不是阿香，里面有个秃顶的男人。男人啊！哎，你别怕，我先进去看看。啊。两个，快去喊人呐！哎，啊好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误会，我们是好人呐！好人，好人还学人偷东西啊？就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实在没办法才会暂时穿上你们的制服，是啊，是啊，千万不要真的把我们当成贼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各位姐姐，你们偷了我们的衣服，让我们怎么演戏？是啊，是啊，唱戏，唱什么戏啊？梁山伯与祝英台啊！你大男人的，害什么羞嘛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快把帽子还给我。好，给。你们两个是和尚？我们是和尚，是我们是和尚啊。是和尚，和尚，和尚怎么上了我们红船上来了？啊，说。我看呐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没准啊是两个花和尚。哎，不是，对，各位姐姐们，我倒希望我是个花和尚。说什么？哟，是吗？姐妹们，还不快招呼我们这两个花和尚？哎，又不必了吧？走吧，不必了，那我先走啊。走，哎，外面别动。好，不动不动，姐妹们，哎呀，别打，各位姐姐们，别打，又别打，他这人救命啊！别动，我不动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，和尚，哎，不就是那个朝廷钦犯吗？他怎么会是朝廷钦犯？就是啊，你们看这么漂亮的和尚。怎么是朝廷钦犯呢？别这样，男女有别。哎，你们两个别闹了，我有话要问他。你老实说，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人？是啊，对呀，说你是不是朝廷钦犯？